输啊的输啊。那是公文啊，不客气干。隔壁什么你阿姊来啊啦？阿姊，你搁咧皮啊吼？无啊，够讲无，我拄则咧后壁拢看着啊。你看你啦，生甲大粒干，细粒干，等下等去搁变我妈咪啊。来啦，我替你切切未？变切啦，这是最强强的就好啊。袂用的啦，妈唔是有讲过，老干的时阵强你最破病呢。你是受蔡永明心切才熬够在破病，我真有用，无代志啦。你讲啥身体熬够？你才熬够。我过来比啊，来就来啊，想惊想。来啊，来啊，骂人啊，真像花又低耶。杨丽讲，你哪是讲像杨丽？我带你倒去就干嘛讲？是要讲啥？阿公，你哪会来？今仔礼拜啦，阿哥放假没上班，就来这里阿哥有立功啊。明珠阿姨，这久拢无看到你啊，你真正是越来越水啊呢。多谢你的欧露，你的嘴哦越来越甜哦。哎，转学生，王立德。立德，你一个人惊咯，袂无聊。袂。啊。啊，无，今仔是上报告的课，你敢要跟阮做伙耍？想要跟你做伙耍啊？我出来阁有代志。哎，啊，恁大家若是无赶时间，阿哥请恁食鸡仔饼好不好？好啊。阮阿公要请食鸡仔饼，做伙来。哦，卖插伊啦。逐工拢急一日洗面，袂输像欠同款。我要回去啊。你看，洗面。你的同学是不是在受气啊？啊，伊那安尼就走啊？卖管伊啊！伊这个人就这样。阿哥，你不是要请食鸡仔饼？紧来啊！行啦。啊，不过永明袂当食饼呢。你真正足麻烦的呢。啊，无蔡永明，你先转去啊。蔡永辉跟阮去就好啊。凭啥物？我嘛要去。好啊，你紧来啊。呀。乖，去去写功课。明珠，辛苦你啊！灶口有洗草地，进去啉吼。嗯。啊，你伫徛伫遮，佮我看是甚物代志啦？阿嫂，我拄只整理工，还佮有上演时阵，拄着立功的一个同学，是转学生。是一个查甫诶，你敢知影伊叫啥物名？伊叫立德呢，是毋是足拄好诶？我看伊诶模样，甲阿兄细汉诶时阵，细汉足像诶呢。阿嫂，你嘛知影即件代志着无？你是毋是嘛在用？应该就是迄个囡仔。敢讲你拢袂好奇，无想要去问清楚，伊是你的亲生后生呢？我的后生就敢立言甲立功两个名。啊，立德嘞？敢讲你拍算一世人拢当作无伊的存在？我来干啥？哎呦，阿嫂，我拜托你，莫阁投票，莫阁欺骗家己啊！你明明就真挂念伊。怪我昨顿来就感觉你规个人怪怪，原来就是因为迄个囡仔。就算你唔敢甲伊相认，至少去甲看一下啊。敢讲你无想要知影伊即摆过了好无？啊，拢别人兜个囡仔，就算讲我去甲看伊，佫会当安怎？至少会当互伊知影讲，伊家己个亲生妈妈一直足关心伊个，毋是甲放下就毋管啊。阿嫂，立德早晚会大汉，早晚会知影讲，甲家己饲大汉的，毋是亲生爸母。安尼，伊敢
敢会想要找家己的亲生父母？搁再讲，伊若是搁知影讲，家己甲家己的亲小弟读同一班，家己的亲生父母煞心肝遮尔凶，连去甲看一下拢无，安尼伊会足艰苦的呢。我已经答应过因啊，袂当去叫了因的生活。啊，不过你敢真正会当啥物拢唔管啊？阿嫂，我会记你甲我讲过，你细汉时阵真怨恨你的亲生爸母无爱你，伊嘛讲伊绝对袂予你家己的囡仔嘛变甲安尼。明珠，当初是我将囡仔送予阿敏，我的心嘛足疼的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安尼你就去甲看一下啊，找一个机会甲解释，予伊知影你的苦衷，莫予伊有一天受到家己的亲生爸母就只有怨恨。阿嫂，你听我的，莫阁躲起，总有一天你也是要面对这个囡仔的。那个囡仔生作甲庆良细汉的时阵，足同款。相对，回忆连你，相逢我。